个找头路哟。人讲的福不相知，祸不单行，受着心肝硬，我的心肝硬啊。若要讲我人歹运，无人比我较招魂哦。出东门多义气呀，若无成功唔转去呀，东东大日台北市，掠做头路啊满满是，才知一找十外工，啊白白浪费找无空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老师 and 乡亲们，宝岛民视组六福处。送店，薪水偌济我无嫌，无嫌无头家人爱咸，又搁规日细细念啊，细细念啊，细细念。哎呦，耶！一百一半米，有得念，有得去甲半死。喷出现在无忍耐，惨惨就现在一跳出来，耶！喷出现在。耶耶哟哟哟哟 ，Come on！ 没关系。这老师说他听不到，他刚刚听不到声音，声音太大，音乐声音没有听到。会会欢呼声，会大哥很棒啊，很棒，没有关系，继续下去，我们都在看他跳舞而已。我OK， 玩家拢六个下早五六点。刚刚那个我们欢呼声太大，欢呼啊！不要知道，不要欢呼，欢呼，欢呼，要不都是你们，你们大声，以后注意点嘛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节奏几小节，注意点嘛。这个有没有买票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衣食父母真的是爸妈。OK， 好，爹娘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阿卡森先哦，哎，只有你很好。你也便宜了，朋友朋友，那个他再来一次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次，来，那个唐崇盛今年换你四个头家 ，take 25，来。惨惨的干，惨惨的干，干一跳出来，骄傲的，走去做小工，做小工，甘愿苦受做粗重，这厉害，无义做无一礼拜，可怜看我汗臭败，叫我明天不要来啊。快真正是无无，所以我着走去参加这走道，每日人客每日快乐开到无讲话，只是讲敢讲你是一个会狗，我甲伊比手到话多，伊煞来甲我干扰，讲我真无礼貌，你着其实对我着大消费，叫恁的主管出来面对哈，我真可怜。我该换一个头路来去，耍落去甲人乌西裤，西公帽啊，着甲伊底底啊衫裤着甲穿，恁阿妈着甲恁恁拢通啊。无通的无啥物，酒意念不通，迄有甲是分无方，迄酒意念不来，挥起手，迄条老虎做的老的海。做吃累，请你叫我甲小山咸老林，老林袂老林，慢慢甲人去一边，咱家也好，骂我则好行，又好嘴甲求情，叫我头先甲找回答，我甲找甲臭回答，咱家生气吃甲死，我无存了的无爱甲提起，咱家是笑嘻嘻，头壳蒙蒙。出去，才知头鬃皮甲虫难治。啊！你我听着直摇头，讲我人无效，一声叫我走，我想着强要好，强要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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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妹，伊要去遐大桥头，我煞甲伊驶去到迄个北投，啊想袂到驶车，啊我嘛无软，我只好倒去厝内，啊洗洗啊睏啊，愈想我是啊愈优秀，但是讲学别人来去做拍手，啊但是我身体歹，啊路也直接来，亲像肉条，互我拍甲无爱无爱。直接予人拍到过六分去，想要甲公司啊讨一个医药钱，结果导演啊感觉我袂合来，叫我倒去饲好身体才过来啊。别做无头路啊，想要的啉着乌，看半顿的去食迄落番薯苦，转来食迄落番薯苦。讲真心话哈，一个表演能够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感动哦，那真的是太天哪，太厉害了！有肺活量，总共有六项感动的点。第一项当然是刘福柱大哥，哎呀，你这么难得来上我的节目，对不对？这国宝级是对，仅次于樱花勾吻龟，没错，台湾英雄。再下来就是刘福柱了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太感动，真第一点，第一，我让你休喘一下啦，我讲了。因为我有领钱的嘛，我变你哦，啊哎，哇那，你真的是太感动了。第二点，这个虫虫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真的，这个很歌，这首真的很难唱，拍子很难抓。这个歌啊，昨天晚上啊，我们整个彩排完毕，然后也把音乐交到这个刘大哥的家里附上去了，是是，刘大哥。平放出来开始在练嘛，对对，最后凌晨一两点打电话给制作人小琴说啊啊，这个歌吼，哎，我们在应该退通告的，是不是这个代志？这首歌比较复杂，复杂，对不？啊，我想讲，哎，小虫，我叫我这拍唱一个我多，但是而且很麻烦，很麻烦，这个歌吼真不简单，但是哈，这个虫哥刚才你在唱的时候，里面确实有一些点。没有唱得很清楚，很对，已经很好，已经很好，已经太尽力，尽力。瑕不掩瑜，哈，你看，金姐说什么？那个无交魂，无交魂，我求的无交魂，魂，嘿，交魂，交魂，交魂，来口靠那疼的哟，交魂呐，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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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疼，哎，无疼，有交魂嘛？哦，那无交魂的意思就不会匀称，对，那叫交魂，闽南话太难，啊，无人比我较交魂嘛，交魂都不对，里面大概有差不多五十几个地方都不对，对，我担心哈，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听过这个歌，因为五十年了，国产泥嘛，美国产泥啊，美国产，真的没办法听过，就感动哎，在当年呢就能写出这个，难怪在金曲奖里面那个表演 ，rap 十足，太令人感动，隔天媒体报章杂志都是下彩东西，你不嫌呢？上面没有，刘大哥太厉害了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闲了。然后这个刘大哥整个演出完毕之后，他下了舞台，回到这个人世间来以后，那个舞台是个殿堂，哎，是个殿堂。回到人世间以后，自己感动到掉眼泪。我还好了，你还好，掉眼泪了。老板以为啊，不是老板，泪汪汪哦，泪汪汪，泪汪汪，泪眼婆娑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代表什么？你看嘛，你陪台湾走过的这一段，而我们台湾能给你什么？你实在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一下一关不是跟他阿内尼啊。